裴喜也生日吧？对，没有，裴喜过了，他没提前去，去年蛋糕呢？去年的 ，Daniels， 我去年的，那去年。确实要先许个愿啊，对啊，然后许一个 public， 然后其他是好歹拍个 live， 一个 public 要需要我们 team， 要需要 Daniel 来帮忙完成的。这个叫一石二鸟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叫你过来？我们 team 越来越成长茁壮，这样就是 public。那剩下两个人就是我自己许，然后大家不用听到。谢谢大家。好。这不是。